我们接着了看下面第六首偈。若在公时，当愿众生入于圣地，永处慧域。宫是宫殿啊，宫殿常常是连在一起讲的，可是宫跟殿呢有差别啊，殿是办事的地方啊，就是办公的地方，开会的地方。宫啊是私人的住宅啊，所以你看北京皇宫前面呢是殿堂啊，是帝王大臣呢办事的地方啊。那么大殿像太和殿啊、中和殿、保和殿呢，这些殿的时候都是集会的地方啊，开会的地方。这个宫是在里面啊，这是帝王私人居住的地方啊，称之为宫啊。所以王侯他们居住的都成宫，我们今天讲大房子啊，房室很多，富丽堂皇。平民所居的称为室啊，平民，一般平民啊，称为室。现在在民主时代了啊，所以富有人家居住的房舍可以说都是属于宫殿啊，富丽堂皇啊。在这些地方，菩萨这个心态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能看到这个境界，都能够回归到自信啊，宫室私人居住的地方啊。这个里头是家亲眷属啊，啊，说得好听，这里的有恩有爱啊，但是你要晓得，这个恩爱的负面呢，怨恨呐，啊，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啊，尤其是王侯的共识。古时候啊，所以嫔妃很多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啊，王侯用现在的话就是一夫多妻制啊，啊，皇帝三宫六院，还有七十二嫔妃呀。一个男人跟这么多女子相处，说是不产生怨，不产生怨恨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嫉妒怨恨啊，这个是难免的，所以
菩萨知道啊，这不是个干净场所啊，啊，秽欲。啊，见到这个呢，我们就想到圣地。啊，圣地。寺院这个宗教里头的寺院庵堂圣地啊，圣贤居住的地方，圣贤教学的地方，这都是圣地啊。啊，这个就是警觉性很高。见到秽物，就会联想到反面的圣教啊，正是古大德所谓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所以他能够保持静而正而不邪，觉而不迷。你看看三皈依他就用上了，真的皈依了。那我们若是这些地方啊，你比如现在这个到北京去观光啊，一定会到紫禁城去玩玩啊，看到故宫，你像不像菩萨啊？当愿众生入于圣地，永除秽欲。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句？时时刻刻提起警觉啊。不一定是在看皇宫啊，平常你每一天回家，你就要想到啊，这个中国人常讲嘛，啊，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那个一本难念的经啊，就是此地讲的秽欲啊，也就是说最容易引发烦恼啊，永远呢培养烦恼习气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宫室啊。你们想想对不对呢？啊，所以从这个反面去想到这个清净庄严的道场。圣地是道场啊，圣人所居的，圣人所教学的这个场所啊，古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学校。我们在古人笔记里面看到很多啊，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到哪里去读书？都到寺庙啊，啊，寺庙都有藏经楼、藏经阁。那就是现在所说的图书馆啊，不但有佛经呢，啊，儒释道三家的典籍都收集，所以这个藏收藏的很丰富啊。
多数人所需要的参考资料的典籍应有尽有啊，所以都是到寺庙里面去念书，不一定是学佛的啊，多数人都喜欢到寺庙去念书，环境清净啊。那么从前确实这些出家人真有学问，儒释道他都通啊！啊，你读书有问题，向他们请教，他都愿意教你啊。啊，那有没有跟大家开阔？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很少有这个明文的记载。可是，你向他们请教的时候，一定会很热心向你讲解。啊，这些高僧大德儒释道都通啊，佛教在此地是修行法布施啊，啊，所以以前一般念书人啊，像秀才啊，考中秀才之后。准备再去考举人啊，或者考进士，都选择在寺庙，环境清幽啊，在这样读书，等到考试的时候他们去参加啊考试啊，那是若于圣地啊，清净无染。这次都讲的是日常生活可是现在呢，现在的寺庙清净污染的不多了啊？为什么呢？开放观光旅游啊，这个是时代所形成的，而且怎么样，无法避免的。我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啊，第一年回去，在北京访问赵普老啊，那陈他的情，他接待我啊，也非常的礼遇啊。第一次见面，我们聚会的时间是4个多小时啊，他请我吃饭，我们有十几个人这样团体，他通通都请。在这个佛教会摆了两桌啊，他跟他的夫人还有他的秘书啊，我们谈得很愉快啊。当时我就给他谈到这个寺院安堂的问题啊，我说现在国家开放的观光旅游，这些道场啊，都是千百年的建筑，观光游览呢，必定要到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寺院庵堂还能不能办到呢？不能了。啊，既然不能，那就专门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好啊，给国家带来的一笔收入啊！啊，这个收入也相当可观的。啊，可是寺庙里面的注重，
要把他培训为观光旅游的导游，为他介绍把佛法呢介绍给观光客他到那上，你首先介绍这个地方的历史外国人看到就很稀奇他们历史没有我们这么久远了然后介绍佛法，什么是佛介绍这些菩萨菩萨表法的使他们明了佛教不是多神教不是低级宗教它是教育，是表法的我就举个例子说，你比如你一进山门，天王殿那第一个建筑当中是弥勒菩萨布袋和尚面对着大门，你一进门头一个看到他这是什么呢？你入佛门上第一堂课弥勒菩萨肚皮很大了，笑眯眯的代表什么呢？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人跟人相处要一团欢喜要笑面迎人你的人缘才好板着面孔，你不理人，谁愿意理你呢？社会需要和谐，家庭需要和睦，笑面迎人，这比什么都重要他教你这个，这个肚皮大代表什么？包容，什么都要包容，不要过分的计较。计较，即使是家人，都会结怨恨。何况是外人。所以许许多的人呢，不知道这个怨仇是从哪里结的。有意无意，言语态度上说得罪别人。得罪君子没关系。他明理。他不会放在心上，所以说得罪小人就很麻烦小人说他记恨总有一天的时候他要来报复你，你就麻烦大了。这个事情在历史上的例子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老师教我们你看老师教学过去我们在台中李老师在那里开了个进修班，我参加了嘛，20多个人。有一些真正想学的、听话的，老师对他是有打有骂，没有好脸给他看的。还有一些人爱面子的，自尊心很高的。李老师对这种学生呢非常客气，从来不说一句这些过分的言辞我那个时候初学就感到的奇怪老师叫我到房间关着门跟我说，这都是教我。真正想学的人，你不教他，对不起他。那些爱面子的时候，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就不要得罪，客客气气。为什么？他并不想学，并不是来真学，何必跟他结冤仇呢？我这才明白，学生里头你也要观察。真是印光大师所讲的，他有一分沉静，你就叫一分，
不必叫两分。他有十分沉浸，那你就叫十分，你不能叫九分。你叫九分，你对不起他。老师对人关机啊，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态度啊，我们这才明了啊，跟他生年天天观察啊，观察就是向他学习啊，这个东西道理啊很容易啊，啊几天就讲明白了，可是落实在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那就不是容易事情了。啊，要长时间的观察，啊，长时间的磨练，你才懂得。啊，所以有些人，那只他讲话乖乖的听，讲的有理我们接受，没有理算了。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记仇恨啊！可是我们讲给别人听，那你要观察那个人能够接受多少，能够容忍多少，一定要知道啊！超过他容忍程度的时候，就生怨了啊！怨恨就生了，那个麻烦就来了。啊，戒怨很容易，有意无意戒怨，怨化解可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很少很少。啊，就今天这个世界，啊，为什么怨气这么多？啊，我也常常讲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是布施恩德多，啊，还是我们有意无意的时候？得罪人多，那你就晓得了啊，将来你处事的时候啊，这个尊敬你爱护你的人是多还是少，怨恨你的人找你麻烦的人是多是少，你就明白了吗？我们这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布施的恩德少啊，借怨的多啊，那你就是冤亲债主多啊，将来是报恩的人很少，没结果，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啊？你不觉悟，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教你，除了佛经之外你到哪里去？你学不到啊。啊，佛祖祖师大德啊，无一不是教导我们绝不跟人结冤仇啊，不但人冤仇不能结，畜生也不能结，鬼神也不能结啊，全都会找麻烦，因缘果报啊，丝毫不爽。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那么在天王殿里上头一堂课啊，你真的是明白了，你把这个介绍给观光旅游的旅客们，哦，他们就明白了，佛教不是迷信啊，用什么？用艺术来教你啊，要包容人啊，要宽宏大量，要笑面迎人，你这种教育都好了啊。这个四两旁边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啊，他那个表法是表负责尽职啊，持国啊。你在这个社会啊，怎样立身啊？我们讲立于不败之地啊，那你就要懂得
守本分，负责任。啊，你在社会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啊，你把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得很好，跟大家了互助合作，你就成功了。啊，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不必过问了。啊，如果不相干的，人人都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但是一定要知道跟大家互相合作。就像我们人的身体，眼睛只管看不管听，那管自己本分吗？耳朵只管听不管看啊，如果这个眼睛的时候看还要管听，什么都要管，那不就出毛病了吗？啊，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个工作，啊，把自己工作做好，啊，就如同一个身体一样，啊，眼耳鼻舌身各有各的功能的范围，但是他密切合作，啊，他不是不合作，密切合作，啊，负责尽职啊，啊，南方正长天王，啊，他代表就是我们今天讲进步啊，天天要求进步，啊，日新有限的啊，佛法里面讲精进不懈啊，不但你道德要进步，你学术要进步啊，甚至于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也要向上提升，那都讲的有道理啊。啊，这两桩事情怎样才能完成？怎么样能做到？啊，这两个是我们目标。啊，西方黄穆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啊，就是教你嘛。啊，怎么做到呢？多看，多听。啊，没有叫你多说。啊，多看就是我们常讲啊。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啊！啊，到处参学，增长自己的智慧，啊，增长自己的技术能力，你才真正能够做到负责尽职。你看这么好的一堂课，哪来的迷信呢？你要能够介绍给观光客，观光客在你这里是交了学费，真学到东西回去，他很开心啊。啊，佛教里面，每一尊佛菩萨，每一尊护法神，他都有表法的意思在啊，都是教人的。啊，他不是神明啊。这个我们。啊，我跟普拉讲，普拉听得很高兴啊！啊，不是所有寺庙庵堂统统做观光景点，啊，那么真正修行呢，重新建立讲道场，重新建呢，就不要建寺庙的形式，啊，因为我那时候住在美国嘛，我就跟他讲，美国的大学城很值得效仿。啊，那么这现在交通方便，啊，不像从前闭塞了，啊，现在交通方便，啊，那么我们每一个宗，佛教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通通可以恢复起来，一个宗建一个道场就够了。这一个道场里面分成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是学会，一个是学院，要用新的名词。不要用寺院安堂了，老名词不用了，用新的
啊，学会呢，修行的道场。啊，学院呢，学习的道场。啊，研究这些经教啊，你比如说我们净土宗，啊，有净宗学院，啊，有净宗学会，啊，净宗学会大家在一起共修，净宗学院的时候，那就是研究经教。啊，一个宗的时候，通通集中在一起。啊，天下学这个宗的时候，都可以到这来。啊，这个地方慢慢形成，就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叫净土宗。啊，这净土城。啊，那个地方是华严城，那个地方是天台城。这个把佛教真的兴旺下来了，建完全建学校的这种形式，啊，不要这些这个宫殿与这个完全摆脱掉，啊，老的通通做观光旅游，啊，新的我们恢复佛陀教育。他听得很高兴啊。很可惜的是，当时宗教还没有完全开放。同时他年岁太大，啊，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四个多小时，啊，我回到香港同学都非常惊讶，这破老通常见客都不超过半个小时的，这接待你谈这么久，我们同乡嘛，不一样嘛，啊，所以从这个认识之后，每一次到北京我们都见面，啊，我说早年呢在国内我两个护法了，啊，破老是一个，啊，对我了解，啊，这个第二个是明山老和尚，就是个讲经的法师啊，对于我非常爱护我，啊，现在两个都走了，啊，人生知己难逢啊，啊，唯有知道的深，爱护也深。破老每一次见我面都劝我回来，落叶归根了，啊，我答应他，我说我早晚一定会回来，啊，总是看缘分，张家大师当年教我，随缘而不攀缘，啊，这个就对了，啊，如果攀缘一定要怎样怎样，那你就很苦了，啊，一切都听佛菩萨安排，我就很自在了，啊，我一生都是随缘，啊，决定没有攀缘。那么这是说，啊，无论在哪里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所以现在这个寺院庵堂，啊，都变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啊，甚至于还有很多我听说，啊，以这个金灿法会为主，啊，是这样一个道场，啊，真正在一块共修的，啊，参禅的，念佛的，啊，或者是听经闻法的很少，啊，那我们对这个情形也了解，这不但在中国国内，在全世界都一样啊，啊，在台湾也不例外啊。
所以于是乎呢，我们就想到一定要利用啊这个高科技啊，用这套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啊，方东美先生教我的。他说这个科学工具啊，没有善恶，没有是非啊，这样好的工具应该用在教学，啊，如果播映的内容是色情，是暴力，是杀盗淫妄，就把整个社会搞乱了。啊，为什么不用这种这么好的社会呀？来弘扬伦理道德教育呢？这个话是方老师跟我讲的啊，那我有这个印象啊，但是这个要有缘呐，啊，这一套设备也不少钱呢，啊。我那时候刚刚出家不久啊，那是一文都没有啊，啊，哪里敢想这些东西啊？啊，想一个电风扇都不敢想啊，因为一个电风扇那个时候在台湾好像卖300-400块钱，都不敢想。啊，怎么敢想这些设备？啊，而是我在台湾讲经20年，啊，20周年，才有一个道场。华藏图书馆，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大概我们的讲堂跟现在11楼讲堂差不多了，啊，在台湾是50平，这么样大概一个小场地，啊，我们在那边讲经，讲了没多久，大概2-3个月，纽约有一个华侨，啊，到我里面来看我，来听了几次经，听得很欢喜，就问我要请我到纽约去讲经。啊，那我们道场刚刚才成立没多久，我也一去了就停住了，我是缘不成熟啊，同时出国我也没有那么多费用啊，那他就讲了，他说那要把这个录像的时候把录像带送到美国去，我说这可以，这个行，但是我们没有设备啊，所以他们也很难得回去之后，寄了$20,000给我，啊，就帮助我们呢建一套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的图书馆就改成视听，啊，加个视听，啊，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这么来的，啊，那么从日本进口啊。一套机器，啊，机器呢是华氏带我办的，啊，好像这个那时候华氏新闻部主任呢跟我是同学，啊，他们在日本采购一套，啊，那顺便也替我买。啊，我是那个时候价钱贵呀，啊，啊，好像那一套机器差不多用美金用30万的样子，啊，这才有这么一套设备的时候，是从这就开始录像了，啊，那么录像带是专门提供
美国纽约的，啊，这奖金为录像带送过去，啊，我们这个视听就这么一个因缘起源的，啊，不是人家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敢想，啊，我们一生没有画过缘，没有向人要过钱，没有自己想怎样怎样，没有，都是所以缘成熟了。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啊，语言不成熟，那个很不容易办的。那我刚才说错了，那个时候那一套机械是台币，啊，台湾钱的时候，花了几十万美金，没有那么多。他那时候送给我们的美金总共好像是2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就很值钱了，啊，在台湾很值钱，啊，所以这是第一次有这些设备。所以现在的道场应该建立在空中，啊，才能产生效果。这个李老师教导我，一生要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不建道场。啊，我是觉得他老人家给我们实现的非常有道理。啊，为什么呢？收徒弟、建道场要操心呐，心不容易清净的。啊，又何况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福报，啊，没有福报的人求人，人家也不理你。所以我一生，啊，张家大师叫我去，就走讲经教学的路子。啊，除讲经教学之外，一切不闻不问。啊，台北建道场，韩馆长，他出面，他来负责。啊，他负责了管理，我说那好，那你们去做，啊，我只要有地方讲经就行。道场是这么建成的，啊，规模很小啊，啊，到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们的道场发展和台湾土地面积250平，我们把同一层下面一层的时候，有一些房舍买过来。作为疗房做宿舍，啊，厨房餐厅，啊，才有个规模，啊，250平，啊，一平是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平方米是4个平方米，一平是4个平方米，啊，换一句话说。总面积啊，20平，1000个平方米啊，就这么发展到最后，就这么大的地方啊，所以是很小的道场啊。可是我们因为用这个录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流通的录像带，流通的录音带，哦，这个就慢慢产生了影响了，啊，所以这个讲经效果扩大了，啊，我们
不但有书本啊，常年不断的印经啊，全世界流通，而且我们这是做有录音带，讲经的录音带，有录像带啊，这是最早的时候在台湾在国外流通啊。那么大家接触到之后啊，都很欢喜啊，所以以后国外的语言就成熟了啊。常常听到的是这些同学邀请我啊，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啊，出去看看啊，就开开眼界了，就看看啊。起源大家要晓得啊，这个就是尤其是现在啊。那么发展到网络卫星都是想不到的事情啊。网络到今年八年了啊，卫星是满三年了啊，2003年开始的啊。事情呢我都不知道啊，谁发心去做的我也不晓得啊，但是听说效果还可以啊。现在在全球啊可以同步啊能够收听啊。那么卫星因为它要把字幕打上去啊，所以大概要迟一两个月啊。这个带字幕打上去之后啊，它才播出去啊。那么这是讲圣地，今天圣地清净地是在空中啊，不在地面了啊。我们肉眼虽然看不到啊，但是有收听的这个设备随时都可以在一起学习啊，这就方便多了。再看下面这首第八首：上生楼阁，当愿众生生正法楼，彻见一切啊。古时候这个楼阁少，真的是王侯富贵人家啊，建房屋啊才会建楼啊，平民没有的啊。在现在楼就太高了啊，几十层的大楼啊，古人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这都是随着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提升了啊，现在世界上高楼超过100层了啊。那么在香港一般居住的大概总是30-40层以上的啊，所以上神楼阁哦，每一天不知道要上多少次了啊。有没有回光返照呢啊？想到我们要升正法楼啊，什么叫正法楼？提升自己境界啊，也就是说提升自己的道德，提升自己的学问，提升自己的技能
这叫身正法轮啊！啊，因为你站在高处，你才能看得远啊！啊，古人诗句里头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所以你在这个几十层楼的最上层，你看得很远很远呐、啊，彻见一切，这就是你有智慧，你有道德，你有学问，啊，你才能够看到整个社会，啊，各个不同的层面。尤其是现代社会，真的需要大德高瞻远瞩啊！今天社会，大家常讲的冲突，对，冲突太多太多。我常常讲的家庭冲突啊，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朋友之间冲突，几乎没有不冲突啊，君臣也冲突啊，老板跟员工冲突，这成什么社会？怎么个救法呢？啊，法律救不了，法律定得再严，多少人，聪明人呢，钻法律漏洞。啊，报复不能解决。会议也不能解决啊！我们在全世界到处看看啊，参加这个国际上这些会议，是我们回过头来啊，想想我们老祖宗，他有什么样的能力维系这么大的一个族群，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版图啊，五千年让人民和睦相处这什么方法，这什么道理啊？细心去反省呢，去观察，去思维，看到老祖宗教人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我们才恍然大悟 啊！那今天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就是这八个字，这八个字能够帮助我们化解所有冲突，一定要从修身为本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到处送爱呀、啊，这全世界啊，我有个简单的讲解啊，送爱最重要的自爱啊，自己不知道自爱，你就不可能爱人，首先你要学会自爱啊！啊，什么叫自爱呢？同盟课本的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你要能自爱，叫爱你的本善，我的本性本来善，
没有一丝毫邪恶，我还有邪恶的时候，与本善相违背，我就不自爱了。啊，自爱的人一定能够啊贯彻伦理，一定能够啊遵守道德。啊，一定能够啊深信因果。那是个自爱的。啊，自爱而后才能爱人，才能爱社会，才能爱国家，才能够爱一切众生。身正法楼，彻见一切。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